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接着由我们林念柱议员做市政总质询，时间五十分钟，林议员请。谢主席、市长，还有秘书长、各局处局长，以及各位媒体好朋友，还有咱台南市所有乡亲士大，大家平安，大家健康。今天念柱站在议事厅，非常的无奈和感慨。感慨到咱即卖政府选举前口口声声教着人民徛做伙，永远做人民的后盾。选举了后，当选了后，煞着着老人痴呆症，讲过的话、做过的代志拢袂记起啦。既然要禁日本核灾的食品进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个照片、等一下再修。在我要质询的时候，我先来请教一下市长。市长请。市长，今天所有的报纸我看到的很关心你的接班人，我想势必市长要回应一下，在这民进党的之中，你属意的接班人是谁？林言，我必须坦白说明，因为民主社会没有所谓接班人、市民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那、这个城市下一个阶段要由谁来服务，必须要由主人市民来决定。好，那即使是这样子的话，我在想希望你的接班人，因为呢在外面我也听到很多的风风雨雨，我听到的都不是目前有出来在走动的，是没出来在走动的接班人。那不管是怎样，只要想当台南市民的时候，必须要用心为台南市做事。你身为医生，市长，我很想请教你，来，照片放一下。市长，这只是什么？这只是猫吧？好，那猫是长这样子的吗？猫长这样子也有很多种可能呢、可能是怎样？因为它在日本的核灾区。来，下一张，市长你坐下好了。来，我们要问一下文化局局长，文化局局长，这只是什么？应该是猪。猪嘛，哈，那猪的眼睛为什么会长这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了核灾的食物才变成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好，你不知道，那你请坐。卫生局局长，来，下一张。局长，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鱼。鱼为什么会长鸟的嘴巴？下一个是什么？这个是海星吧？海星为什么会长刺？你是医生哦，可以也报告一下哈，就是说从先天跟后天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从基因，从没有错啦，这些都是我从哈，可能是先天跟后天造成的啦，先天跟后天嘛，但是也有环境的造成吧，对，环境就是所谓的后天的因素。好，那好，这都是从日本核灾区而来的。下一张，来，你坐下。农业局局长，这是什么？那个是青椒，嘿。青椒底下是什么？底下是草莓了。草莓怎么长成这样？那旁边这一颗是什么？旁边是番茄吗？是番茄。你看，我们也都看不懂它是什么。假如今天台湾真的向日本屈服来进核岛的食品，进来让我们台湾人民吃，你看我们未来的农产品、鱼产品是不是变成这样？那未来我们的孩子会变成怎样？所以来下一张，这就是我们的农产品。你看菜头变五根手指头，不是菜头，是五根手指头啊，向日葵，像什么？像菊花。来，所以局长你坐下。来，下一张。
我想，一只蝴蝶非常的美丽，在蝴蝶它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是大翅膀，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是蝴蝶吗？这像扁蛾，像蛾。来，再下一张，市长，你请起。日本核食，核灾的食物；台湾核食，吃了核食，核食会死。哎，这一张 point 是不是错误的？有下一张吗？是不是？来，市长，你看一下，当台南市查获21家业者769件，下架395件，2件来自群马，1件来自湖岛。我很想了解，市长，你知道这些事情吗？这个报纸上我没有特别看到。好，你没特别看到吗？嗯。我看你的局长已经，市长你请坐，局长。是，跟院报告一下，我们最近也配合中央整个政策，我们对所有日本的产品逐一去清查。那这个是主要是因为他局长，你给我回答简单快一点好不好？他基本上来讲，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问题？你10月16号才开始查。对，这个是因为政府抛出的议题，因为中央本来就从源头管理。那议员讲的这个700多件，我们因为有在重新整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现在查了937件，没有错。这个是一开始看到是中文标示，没有，是，所以他是用水平进口部分。局长，我只是问你了解知不知道这件事，你不用跟我回复那么多，知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啊。好，你既然知道，有湖岛的，有湖岛的，有群马的，请问什么时候对做访谈？昨天。昨天才针对这一些业者做访谈，一件是上个礼拜五做访谈，就是我在查的时候，局长让我非常的替台湾人民、台南人民忧心呐、啊。你们既然查到，为什么没公布？这个物件，你查到的有福岛的、有群马的，是不是要贴在你的网站，告诉我们台南市的人民，万一买到这一种，是不是要确定它是不来自福岛、来自群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然后来，你听我说嘛。我发现是不是你的人员不够啦？好，然后当我们看到的，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暂时缺货？哈，我来，这是哈，我昨天去买的，为什么我现在还可以？这为什么是在我们台南市？你告诉我，不是台南没有吗？台南市哪有可能？在你们的讲法是吉野的纳豆，台南市是没有进的，不是吗？你知道这我是在哪一家买的吗？我问你，我跟你讲东区啦。我们并没有查到纳豆相关的食品，是中央查到的，是。是中央查到。那中央查到的部分是里面的酱油的部分，是。那我很想请局长，你告诉我，你是医生哦，你知道这里面都是这个都是纳豆。昨天查到的是4虎，这个是3虎。我请问一下，这个能吃吗？你知道能吃吗？可以吗？这个太远，第一个我看不到。不过第二个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因为海关以前是针对、外包装的部分做标识的稽查，那这一次是因为发现说里面有附的酱油的部分，你讲到海关，有些有标示，有些没有标示。局长，我拜托，所以卫福部全体在做稽查当中。你我的时间有限，局长麻烦你讲的时候简单扼要。你现在在讲海关好，边境人员，目前不到50人，如何的查？小英政府说要加到10倍，加在哪里？边境人员用抽查的方式，这样是安全性的吗？你坐下，市长，你也是医生，
我想对于食安的问题、食品的问题、日本福岛进来的食品问题，身为局长的你，你有什么看法？你知道这里面酱油是来自哪里吗？你知道吗？市长，你知道吗？这个林园哈，本人已经多次宣示了，安全的食品才可以进来，不安全的食品我们一定拒绝。啊，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食品哈，这个我目前没有办法知道，可能要请卫生局打开之后进一步去检查，好，或是说在哪里买到，详细的情况才有办法跟你报告。好，市长，你也说要安全嘛？是啊，才能进来嘛？对。你确保你能确保安全吗？我相信目前中央正在进行这个事情。好，市长，我让你看哈，你连台南市都没办法确定安全了，你的台南市独居城市是台南，全部毒淀粉、毒布丁、毒豆芽、毒茶叶都是在你台南查到的，你告诉我。你如何确保安全？你的台南市都不安全了，你如何确保这一些东西进来的标示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查？你如何确保安全？那个林议员哈，当然你刚刚提到那些事情的确是发生过哈，不过我们还是要去肯定，多数的台南的这个商人，其实他们是很有良心的。市长。你讲的没有错，非常有良心嘛。好，你今天如果说既然在台南，就把台南打为是毒城市，这个不好。那不是吗？因为都在我们台南查到的嘛。我意思是说，你是议员，我是市长，没有错，我们有责任去把有害的食品抓出来，但不必要以偏概全去整个打击这个城市。我没有是整个打击这个城市哦，你告诉我，不然有哪一个城市？他有查获这么多的案件，其实都是毒的，都是毒的。不，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台南市发生过，在你的带领之下，其他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毒城市。谢纳姆西，这个不是事实。谢纳姆西，这个不是事实。我来讲了，市民来讲了，不是、但是事实上就已经发生，这都也有判刑。我把判刑的拿来跟你谈呐。但是呢，你现在针对少数害群之马是一定有的。少数害群之马，好。那这个事情也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但是发生过没有像这么严重，我们不必因为少数发生这个事情，发生过没有像这么严重。居住的城市来发生过，我们城市的这个其他市长、其他人的公平，我们也要给他维护。来公平好，那对农产品的公平，你现在讲到公平嘛？对台湾农民的公平，对渔民的公平，对食品业的公平，你们认为台南、台湾的食品不够安全吗？既然假如是安全的，你们为什么又要进核灾里面辐射的食品进来给台湾人吃？你这样叫做公平？不啦，那个林议员，你这样讲就不公平。那为什么又不公平？因为只有你公平，我不公平。因为行政院规划了，并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吗？你又要推给中央吗？其实我跟你讲哦，就是说你刚刚用那么多照片啊，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不是你只不过是证明辐射线对动植物有伤害。那事实没有，跟目前行政院在规划，其实是两回事。好，那跟人、这个、必须要弄清楚一点。好，那跟人有没有伤害，市长？我可能你是医生哦，来，我请教一下。我今天是要跟你分享一个观念。那我也跟你讲，就是说辐射线对人体、对动植物的伤害，这是确定的。那对人没伤害吗？不、这个，对人会怎样？人就是动物嘛，动植物会伤害，这是确定嘛？那会伤害怎样？但是呢，目前行政院在规划了，并不是说要把辐射线暴露在台湾的本岛上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就事论事讲。好，相对的，我现在请问你一下，相对的，假如台湾哈有核灾，日本愿意进口我们的食物吗？我问你这句话。愿意吗？如果我们的食品是安全的，啊、你有核灾，日本会认为你是安全的。啊、上一次在核一的时候，日本来怎么讲？在参观核四的时候，他怎么讲？你们这个不安全。在参观核四的时候，市长，
你是医生，好，我再来跟你讲。这个又是两回事了，那个。来，你两回事，这个是包容性的事啦。你刚刚讲的这两个例子就不一样的事情嘛。来，他讲合适不安全，是说你这个未来不安全嘛？那会发生，再去操作可能会发生辐射线外漏的事情。好，那外漏的时候会怎样？是这个核市场本身安全上有问题。好嘛，那我就感觉很奇怪嘛，民进党口口声声缓核市缓核能。既然要进口核灾有辐射的食品进来给台湾人吃、这个又是两回事情。如果明知道这个食品有，你说的都是两回事啦。那我来讲嘛，我来讲，当然不可能让他进来嘛。市长，你了解日本？在日本有一个主持人，因为当时核灾的时候，他一直在讲吃这个，吃这都无要紧，没安那，结果嘞，他得了血癌而死。你知道吗？这事情我不知道啊。哦，那你不知道，我相信，应该媒体都知道。你说你不知道，是啊、我意思是说，那好，我再问你，假如吃了合适，那个来了，李远，那他的血癌是不是有医师证明说是跟他吃的食品有关系？那他吃完就这样子了。好，市长，你如果要拿这个当例子来咨询的话，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医生，你必须要确认。好，现在各个专家。他所吃的食品有关系。市长，学者专家都已经说了，吃了辐射的食物会造体人体变成血癌、骨癌，小孩子会变成脑部发育不健全，然后还没有生育的生出来就像菜头，不是菜头，是五根手指头。好，然后呢，动物吃到了蔬菜就是变形，像刚刚那种畸形。所以呢，市长三思啊！我很想问一下市长，现在我们国民党到处在做联署，你有看到我桌上这一叠联署吗？这都是民众到我的服务处来联署的，这里总共900多件。你们现在有三种联署，我不知道那个是联署什么。没关系啦，有联署声明的，有联署要罢免的。我这个是联署，我是人，有联署要公投的，我是人。我不吃核岛的食物。所以你这个是声明吗？好，对，所以是其中一种啊。市长，对，说实在的，为什么要让人民这么辛苦？你想，中央的一个政策让人民这么的辛苦，你身为在地的父母官。你有没有办法承诺未来万一让民进党政府进入了核灾的食品来自了台湾，你有没有办法保证不要让它进入台南？市长，你请回答我一下。我刚刚有一开始就跟林元你报告过，我已经在这个议会里面多次跟市民报告，我说了你安全的食品我们才会让他进来，不安全就不会。什么叫做安全？我就跟你讲了，你确保你的台南都不安全了。第二个你要如何安全啊？你刚讲了，如果受到核辐射线污染的食品，那当然会造成身体的危害啊。那现在农委会他们要开放的是没有受过辐射线污染的食品。乱讲！你们要进入的是日本。现在五个县市，这五个县市，其中的四个县市只有福岛没有。啊，其他的那好啊，其他四个县市的部分食品不是所有的食品。来啊！自从你们都还没有说开放嘛，哈，你说的还没有开放啊，还没有开放，民进党政府执政啊，就这么多风风雨雨嘛，昨天查到的嘛，好，那你看啊，这个业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这个业者，市长，像这种，你要不要今天尽速的，赶快请卫生局，去所有的大卖场，去请他下架，还在那边缺货中，为什么还在缺货中？那要不要我们台南市所查到的，要不要送检验啊？市长，要不要送检验？你告诉我，我们查到的有福岛的一件。群马的两件，为什么到现在不送中央检验？这个哈、林局长会跟你报告。另外，你刚刚我们现在也在查资料，你刚刚那个双面猫是1999年出生的、也不是辅导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你说的双面猫，这是在里面PO上来的啊。对啊，那你可能你们可能拉的照片。
我真的比较期待啦，我们在议会里面讨论没有错，但是事实市长说面包刚刚秘书长给你讲的199、说是因为辐射线影响的，人家是给你做比喻，拿双面包市长根本跟给你做比喻，给你做比喻，就像谢龙做议员拿做壁雕，你也说他长得跟他很像啊，市长，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样子啦？哈，你既然说安全性，哈，你同意啊？那你敢不敢在这里宣誓？你赖清德吃2年辅导核灾的食品之后，我才相信，市民才相信。你敢不敢保证你吃2年啊？那个林议员，像你这样的一个命题。完全跟行政院现在要规划的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你刚刚讲要我吃2年辅导的食品，那为什么行政院你身为市长，好，你身为市长为什么不把关？为什么不替我们台南市的人民去建议？今天哈，如果那我都要讲的嘛，民进党得了老人痴呆症嘛，双击级嘛，弄甲人民卡这位嘛。那么这里面的奥顿嘛，酸尿熬老人痴呆症，什么代志都没给你。那个林议员，我可以这样承诺了，好，你承诺。第一个就是说，辅导的食品以外，4个县市，的这个部分食品，排除包括奶啦，就是牛奶嘛，生奶啦，然后这个野生的鱼啦，这一些以外，另外美国没有进口的，日本没有上市的。而且还要有这个产地证明的，进到台湾来，我当然我就敢吃啊。好，市长，你如果说你以为你如果要请客来两年，我当然更愿意啊。你忘了哦，美国现在是14个县全部进哦。我刚刚讲的，如果美国不可以上市的，不可以进口的，那我们台湾也不要嘛。好，你说的是这样子吗？好，对对对，我希望媒体都有听到哦。有，只要美国现在14个县。完全不进，包括这个区域哦。对。好，那你就是台南不进，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林议员，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我新增的，这个是农委会就老早就讲了，就日本不上市，然后美国不进口了，台湾一概不进口。好嘛，那美国现在有14个县嘛，他规定14个县是包括这里面其中，我希望你不要混淆视听哦，你必须未来这假如进来的话。我会去跟你抗议哦。我说食品嘛，食品啊，对啊，食品，它针对这里面总共有14个，这里面我是有拉到资料的哦，市长，你不要忘了哦。我里面有14个县，我等一下再秀给你看14个县，所以这是刚刚你的承诺。好，那你们坐下，你市长你坐下，局长30秒就好，就是说，局长，我现在问你，我们查到的食药已经都送到食药署去受相关的厘清。那他目前是中文标示是来自不是啦，我说你这2包，我昨天才在问你们有没有送检验，跟我回复没有嘛？对，你到底要不要送检验呐？送食药署，因为目前只有食药署委托。对嘛？食药署，我看到食药署的标题，我都快一点哭出来嘞。食药署，和安、福安、民众心安、日新、又新、专业创新。这个句好，我们针对食药署里面测试辐射的人只有3人、那个。你想这怎么测？我只是要求你。食药署本身并没有这个。来，我只要求你啦，我只要求你。原委会里面。局长，我只要求你，把我们查到2包是群马的，1包是辅导的，把这个上网、这个、公告。公告在网站让人民知道，可以吗？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那相关的裁处哈已经把所有的扣下来了。好啦，那你就公告在网站。那基本上来讲，我们跟食药署做全省的勾稽啦，那我们会送检。我希望为台南人民。目前是中文看到他是来自这个。好啦，局长，他是来自不应该来的地方，是不合法。局长，你坐下，你坐下。但是我们看他的检验的这些能量。好，谢谢。你坐下，我时间不够的。好，下一张，市长，做梦的社区。笨手无底气，小吃部业者，你根本今晚我可怜。我想，台南市是小吃闻名，我们的小吃部有多少业者来向我们澄清？清运公司从1个月3000块
涨到9000，既然垃圾没地去，没有人要载，因为没办法载。市长，你看清楚，在我们103年、104年、105年，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们104年，既然还收外县市的一般废弃物？我想，城西焚化炉、永康焚化炉，当时的设计规划应该是为了民生垃圾，绝对不是为了事业废弃物。你看一下，我们的事业废弃物，每到现在12月10号为止，98759吨，这都是事业废弃物。我是为什么要提这个议题？市长，我想焚化炉的规划在于你市长的任内，我没看到。中央法规早就已经规定，废青法第32条，秀下一张，在我们废青法第32条，90年10月4日就修正过，必须要在新设的工业区及科工区，事业主管机关必须要在区内，英语哦，在区内或区外规划应当的焚化炉所在。可是市长，我看到的科工区、科学园区有做，可是当我们台南市政府规划的工业区全部，好，我们看到的废青法第32条，它是讲了你必须要设污水处理厂，要设焚化炉来解决事业废弃物。我们不是让环保团体不再的对我们一直要在外面，就光一个城西的掩埋场，环保团体就有意见。市长，我不知道你了解现在民众，你身为台南市市长，大家的笨手呢？民众真的很无奈、无助。你应该未来要来处理这怎样的问题？我想听听市长你的说法。是这一点呢，感谢林议员呢。哈，目前台南市的垃圾处理量，就是包括焚化炉或是掩埋场，大概跟我们这个城市所生产出来的垃圾量，就一般废弃跟事业废弃物啊。大概差不多是相当的啦。我们如果说后续啦，后续没有好好处理，那的确是会有垃圾的问题，这是没有错。啊，这是为什么目前环保局的局长跟环保局的团队不断的积极朝资源回收啊这方面在努力。市长，你认为你为什么不按照中央法规而去设置呢？你想中央法规必须在我们的工业区设置一个专业使用的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两个焚化炉光烧事业废弃物的这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烧，金也烧，狗也烧，牛也烧，电器用品也烧，垃圾也烧。你想还有事业废弃物也烧，你想它的寿命还有多久？你们现在还不做规划，然后让我们的小吃部挤压到我们小吃部的垃圾，你于心何忍？我们是有规划了，我请那个环保局的局长简单跟你报告一下。好，局长。报告议员，谢谢议员的关心了哈。那刚刚议员提到这个诚如这个废青法第32条的规定，那事实上我们台南市是目前最遵守这条法令的城市，譬如说我们南科就有一个90吨。我们奇美本身也有，但是我跟议员回到、我们公部门的没有，台南市政府的没有嘛？我们工业区也有设有环保用地，但是不见得一定要盖焚化炉啦，因为它的位置不够大。但是
我相信他没有叫你盖大型的啊，你要有办法处理这个工业区里面的焚化炉。当时你在设计土地的时候，来局长，你讲这样我就不没有办法接受。当时你在设计土地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划为这一块，就是要设为工业区里头的那个焚化炉设置？你为什么把它划那么小块？我跟议员报告，垃圾处理、废弃物处理一定要环环相扣了。如果而且各式各样的这个面积可以适合做什么都需要的，不是全部一律盖焚化炉。譬如说我今天讲我的工业用地有一个一公顷的环保用地，事实上它可以去规划资源回收的功能，它可以去规划暂时堆置的功能，这个都可以达到。局长，你像你这样的说法的话，就挤压到我们台南的小吃业者，垃圾没有办法送，没有办法去烧，你叫他怎么到了？你告诉我有多少陈情案件？没了，是议员跟您报告，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个案呐、啊。什么叫个案？在我这里陈情的就好几案，所有的议员在你环保局的预算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你讲？就是。就像议员讲，您向我提报，我去了解一下，其实就克服了。来啦，好不好？有多少人会这样子来向我们陈情？真的垃圾没有办法去。还有，你让这些业者，他们清运公司的业者，把垃圾收来，然后就放在住宅区。住宅区可以堆放废弃物的垃圾吗？然后让民众臭得要死，然后才来骂市长。所以，你都不知道这些事吗？现在没有办法烧，量的管控，因为还要烧事业废弃物。这个我们都会，所以说小吃业者的垃圾就放在我们的住宅区。如果事关，我跟议员补充报告了哈，议员很关心，我们也很战战兢兢的做。如果事关民生生活，包括小餐厅，环保局都会有这个义务，立刻去协调解决。局长，我只是要求，这个没有问题的。未来应该，你跟我讲的啊，好啊，仿品、嗯，你认我们的仿品，仿品是什么法？您说什么？这环评工业区的仿品是什么法？环评法吧。环评法。对对对。是地方法还是中央法？中央法，中央法是。环评是中央法，我们地方自己是设的自治条例是中央法。我们的自治条例是地方法。哦，对嘛？对啊、那你为什么跟我讲是中央法？废青法是中央法，是环评，我们自己设立的是地方法，是行政规则。没啦，环评是咱中央法啦。但是我们自己还有在里面定办法，你在里面你给他定办法，就是他可以在境外跟境内，不是吗？然后你让他环评法通过的意思是怎样？已经要一旦该税你得几大修的二啊，环评就可以通过。你的环评不是太松了吗？我甲议员报告哈。好啦，我跟你讲，我也无什么时间啦。我只是要跟你讲，你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啦。好，坐下来，市长，我希望这个议题你必须要注重。然后、這個、小吃业者真正笨手无底气，你讲诶，台南市幸福城市笨手无底气。我希望真正未来有新的工业区，在你的任内真的要落实的去规划，有真正的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所在。那个林议员，你这个问题蛮重要的了哈，你简单让我三十秒给你仔细给你回答哈。第一个就是说，目前我们所台南市所生产的一般废弃物跟事业废弃物，其实了哈，已经大于我们本市的处理量了。没有错、啊，所以我说要设嘛。对，我知道啊。过去是因为高雄可以帮我们帮忙啊，后来因为云林、澎湖啊對需求之后呢，变成高雄就没有余裕，加上他们税收来帮助我们。所以现在才爆发这个问题，这第一点哈啊。第二点呢，你超过三十秒，我时间不够，拜托拜托市长。那个李局长哈，已经预算已经送到议会来了，就是说城西焚化厂，我知道掩埋厂，对那个对，我知道，但是我是希望市长，我只是在提醒你，对未来我们台南市有机会在设工业区的时候，必须把这一点纳入进去。做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啊，这个我们会来考量。好，谢谢。但是客观上也有它的困难、啊、来啦，但是就是有规定，我们就是尽量去做嘛。好，来下一张。无能的市府，无辜的市民。市长，我必须这一样要跟你讲。来，先秀一下图片。
水利局局长应该对这里比较不了解。来，秘书长，你起来，你请起。这里曾经100年开始成型，101年，你去会勘现场。这个地方是一个土沟，好，来下一张。这里是一个排水，流到我们柴头港西。来，再下一张，不是这一张，再另外，哎，上一张，上一张，这不是有两啊？来，这里本来的流水的口径是这么大，被业者阻塞住，变成这么小。来，回到上，回到那个林议员，你用这边，哦好，这样子他才看得到。来，再回到上一张，就是那个主题那一张。我为什么要请市长不了解这一件事情？那个秘书长，你知道这是既有的土沟，既有的土沟流向到柴头港西，这里是湘涵，流向到柴头港西。这一块土地是一个业者的，这一带的人民必须要面临占用了土地，要拆30几间的房子。原因来自怎样？来自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无能。当时民众陈情，我相信秘书长你也没有去给他了解，这是民国64年所盖的房子，为何会拆到后面的后端？因为业者买了这块土地之后，确定在地震局这后方他占用到他的土地，那为何会占用？好，当民众来向我陈情，我去了解了，你知道他占用的原因是什么吗？民国64年盖的房子，建造史照都有。结果呢，占用了房子的原因是82年国测会下来重测的时候，导致他的土地全部跑样。我们既然没发现这个问题，让他们打官司打到现在3年多，必须面临要拆房子，情何以堪啊？难道我们市府的官员没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好，当我带了相关人员，公务局、水利局、地震局去会勘现场之后，我也要求，既然是国策会的问题，必须要叫国策会下来开讨论会议。但是呢，当现在我看到的，好，这一点既然该怎么样来做弥补，建商要来告市民，告市民什么？你的污水流到了我的既有土沟，我就是要告你，因为土地是现在变成是这一个地主的，地主有权利可以告，好，但是呢，当时我们准的时候，我们的污水是从后方流的，所以这种种民众的无奈，民众的无辜，谁该来处理？再来，这个地方是水沟，明明就这样子流的，流到了柴头港西，就是刚刚那一个，刚刚来下一，再下一个，好，人家明明是这样流的，可是他既来回到第一章，他变成做了一个湿设的排水，把他这里完全塞住。塞住了之后，水的流量变成到中华二路，完全没办法负荷，把水再全部溢到里面来。你想，这样的一个悲哀谁造成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该如何的去确保民众的权利？我希望各局处，包括地震，包括水利局，未来在那个法院要调资料，我希望你们可以配合，因为这已经律师在做处理。但是我今天讲提出来是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马路，秀最后一张照片。
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刚刚那个大牌出来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排水墙。既然被民众占用，把它架设在这里顶方做生意，每个月租金不少。当我提出来的时候，水利局，你们告诉我什么？我心很痛，因为这没有妨碍排水。我很想了解，当然它架设在这里怎么会影响排水？可是呢，利用我们公部门的财产来作为私人的私售利益，我们公部门还视而不见，公务局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动作。你想，市民的陈情是这样子吗？回到第一章，来，秘书长，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你去开会过？我讲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应该是讲永康，永康的一个。我不讲永康，我讲哪里，秘书长？那您提到说，如果说洪局长，你当时说这是既有水沟，绝对不能汇储，因为这里的水是从上方一直排到我们柴头港西，这里还有我们的乡涵在耶，你怎么可以让人？当然，他在他自己私设的道路、私设的土地去私设水沟，这合法吗？水利局怎么做处理？如果说它这个是既有的水沟，那么上游也有住户排入，那建商是不能够私自把它填塞，这样是违反这个相关的水利法，或者是相关民法也有上游通水排水的这个权利。好，秘书长。那所以这个私有土沟应该是要既有土沟，除非有妥适的改道，而且经过相关的技师审查，确定没有错，确定是没有，他完全没送。建商都没送，擅自改道的话，这样是违法。但是到现在，你知道吗？所有的建商的土，拢是去甲塔的，到今卖，嘛是搁安尼。虽然，来那个第二张照片，在那一张，你看，这文原有的，他把它塞成这样，那结果呢？里面是挡住的。他现在把它打大一点，可是里面还是挡住的啊。到底公务局你有没有去查啊？公务局局长，你有没有去查？这个水沟刚才秘书长提到，它既有水沟的话，它是不能填塞的，要改道也要申请。所以他假如在申请建造的时候，这个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是不会发照的。都没有申请，对不起。他申请的房子不是盖在这边，来，你在你，他申请的房子是盖在前端，跟后端有关系吗？他这个基地，假如他，那好，他这个基地是可以分割的。我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理清楚，这样可以吗？尽速的还给人民一个公道，因为这是因为你们的无能啊，才会造成今天他们的问题。要拆三十几间的房子，你们情何以堪啊？这个林议员，我有必须要替市府说一下公道话。你刚刚的咨询里面，国测中心几年前测重测的嘛？对。盖的时候是六十四还是八十几年前？六十四前，六十四年盖的国测会是82。不是，林议员，您的题目应该改成说，请市府帮助无辜市民。感谢市长的指教。你为什么要骂我们无能呢？骂习惯了。来，我不是骂哦，市长，我也很感谢你的指正哦。来。因为呢，因为民众一百年陈情，我们为什么公部门没有去发现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是私权，相当复杂的东西。这叫私权吗？我们当时的错误，中央的错误，到现在这是，我看到这个林议员私权吗？这个本来就也有牵涉到私权的部分。来啦，市长，我们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敢承担？我们的土地上根本就撤了。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不会解决问题哦。你把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架子撤掉，也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林议员，是不是地震局洪局长可以跟你说明一下好吗？今天时间很宝贵了哈，我就对，没有错，好。我想这样子好了，我就会请秘书长来召集相关的局处，
就你刚刚质询的这个议题，我们详细来了解，啊，就是居民的这个意见，还有建商他们的主张，我们看怎么样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呐、啊。好，啊、好，感谢市长。好，不要就什么。那因为你们都不作为，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好，大家请坐。好，谢谢，感谢市长要召集各机关所长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下一张，市长。我必须哈为我们台南市的警察来做澄清一件事情。当民众来到我服务处大声的骂警察，当下我傻了。他骂警察什么？无所不开，就是为了要赚红单的奖金。才开对嘛，跟红单没关系嘛，但是市民不知道啊。来，下一张，市长，在你的德政，从100年县市合并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好、哦，17万多，18万多，103年，哈、哦，那个16万多，104年就是你的零容忍违停。零容忍违停的政策必须要说明，什么叫零容忍？在零容忍就是你违规才叫零容忍，这个我绝对是全力的挺市长你。假如在警察是无所不开，白线也开，只要没停在格子里面，通通开，在校园门口通通开。好，在105年，现在是11月哦。到12月破40万，市长，这就是脱掉厂成立开始而来。那市民当市民不知道，就认为警察有领这一条那个处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员的奖励金。当我去查，确实在我们100年、101年，2年都编了2800多万。我也用过主计处处长，这两条钱没花放到了哪里？他说进了市库，自动进了市库。好，既然自动进了市库，当我去了解新北市这三个县市都是你民进党的政府哦。新北市9000万给交通人员的奖励金，桃园给1308万，台中给1200万。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新北、台南、高雄没有。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这一条奖励金，民众认为观感不佳，我也认为导致民众观感不佳，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当我们又回头看，所有的县市有勤务加紧，台南、高雄没有勤务加紧，我们市库的裁员困难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市长，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法上一章，在我们处理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分配办法里面已经有讲到了，收入12%的钱要应用的办法是什么？要做一些交通所在的这一些配备。可是当我看到了，来最后一张，市长，高雄市淘汰，台南市利用是美德，回收再利用是美德，这旧型的这是什么？市长你知道吗？是那个测速器吗？对，那这个也是测速器，这是我们新市长，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数位测速器，这是旧型的测速器，这是20年了。我们既然拿高雄市淘汰的来汰换，来维修里面的零件，你想，我们现在目前还有10只，我们总共台南市有23只的测速照相，既然有10只旧型的。我想请问市长，
何年何月何日才要把这一条经费来做编列，通通换掉，这是一个。再来，市长，你先听我讲，我等一下让你回答。再来，市长，再来，到底对于我们台南市警察的勤务加急，勤务加急，我在讲的是他的区域，所谓的区域勤务加急，再给一分钟。所谓区域的勤务加急，必须要分配是重要、较重跟缓重。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我们不是这样做。我希望市长，我不是要说叫你给奖金，我也不是要你给首都加急，我需要警察受到相当的尊严，让他们在台南市在为这一块土地卖命得到相当的尊严。我刚刚所讲的这一个测速照相，市长可以回答我何年何月何日要通通汰换掉。现在是不是警察局那个黄局长？局长你可以告你，你要说什么？你可以保证何年何日换掉吗？每一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需要都提出需求，市府都完全的支援来啊！这四台是因为我们那个很老旧，哪是四台，所以我们每年都在逐渐汰换中。逐年汰换中，拜托局长，这十台耶，给黄局长再说。林远，你刚才讲一点很重要，警察要的是尊严，不是钱呐、啊，所以刚才你所以对，我知道。所以我说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议员，你可以让我们有警察有机会再知道说我们开单是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是为了开单哦。第二点，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设备啊，我们有在计划型的汰换中，我们现在也有现代型的，现在这十台现在是没有在使用，我们准备汰换中。啊，汰换我来跟主机处也，我会争取，啊，我会争取，我一定会争取。好，请市长说明。这个我会督促警察局来尽速处理。好，谢谢林念珠议员所做的市政总质询。我们休息到11:30继续开会。